请坐。哎，彭副主席，咱林秘书长，啊，林州长，啊，甲咱商业大臣郭牧师吼，啊，甲各位咱的同心，啊，甲新的学员，大家阿曼，大家好。好。啊，非常欢喜，咱当当进入第19届演习营，啊。啊，因为今仔是拜五，所以人哦无足济。但是甲顶届同款，甲顶届哦，顶届第三天的时阵坐到满满满，啊，咱人客来嘛，看到感觉足啊，咱迄人，咱迄个贵宾来，感觉看哇哦，那坐到满满嘞吼，这是令人振奋的一个现象。渐渐，咱的论述，甲咱的努力。有真侪人来甲咱赞同，啊，真侪人来甲咱侮辱，所以啊，渐渐都足侪人来甲咱参与。啊，我过去这两礼拜，嘛用足侪心情来看咱的法律的论述，啊嘛，差不多一个外月时间，啊开始想要来写一本册，啊，我规划讲这本册要来写五章。然后希望讲伫十万字以内，较简单安尼吼，较生活化嘞吼，甲咱的论述甲做一个较平铺直叙的讲法，也有较侪人来看到吼，会当甲咱赞同甲了解安尼。啊，查梅，你教教吼，哇，那越教精神越好，我教教看了，伊家己看过看煞看到未煞未想要困嘞。哇，看到了就点我嘞！会知我四点外我起来煮饭啊。所以哦，这生活真紧凑。我才要甲大家报告讲，我礼拜日迄天，迄礼拜我去巡我的田，骑 TV 巡来巡去，巡到尾啊，甲我的合伙人吼，讲给种植我种水果的合伙人聊到晚上十点，啊，我才骑 TV 对引导往北平行。啊，经过一个直接山的火车头，啊，头前遐吼一个荷花池，遐一个李先生伫遐创一个图书馆，啊，荷花池呢，有咧面顶有迄个咖啡座，互人咧坐。我对遐过行过，讲有一个人讲啊，我过去拢为民党徛台，哎、欸，我想哎，啥、欸、物人拢为民党徛台？伫阮咧穷乡僻壤是啥呢？我怎啊讲？我入去，特别甲踩到外口，入去一看。人家讲，哎、欸，蔡大哥，你怎么这个时候来？十点多了耶！我啊，我都去采孙孙，还过去跟人坐坐较近，等下呢吼。啊，我讲，哎、欸，这位贵宾是啥？伊讲，郑智仁，郑智仁，就是迄个作曲家，高雄医学院哈、哦、医科毕业的，然后作《天佑台湾》《福尔摩沙颂》的郑智仁，伊第一。初中一年的时候，我就捌你啊！哦，啊，后来以后渐渐大汉，拢完了有定定见面的机会。因为我读大学的时候，就组这个足球队，伫阮的庄卡，阮迄个所在有三个国校，啊，三个国校的大学生组足球队，每一年拢咧做这个联谊赛，拢伫冬天的时阵吼，哎，寒假的时阵联谊赛，啊，所以拢定定见面。啊！伊讲两句话，我要甲大家来做报告。第一句话，讲你聊天中间，伊讲吼，伊讲伊过去为民众徛台，足侪人打电话去因爸爸、因妈妈讲，你都唔通叫恁囝去甲民众徛台，哦，无甲国民党徛台都咧害啊！啊，你甲民众徛台，哦，伊讲实在是，我绝对无为国民党，也嘛无为民众。我是为爱台湾来收听啊，爱台湾来收听。各位，在座各位，咱这同心，咱这学员，同款拢是爱台湾来收听。你若是去为去挺国民党，就是因为国民党有东山，有好康的，伊有党政军，迄、那个党政军特商的一个
这个结构体内底拢伫阿咧三啊三七，包钢顶、包窗、包垛，内底足济有利的、足济好康的通提、通挑的。挺国民党就是要提这好康的，啊，若挺民进党呢？因为你若挺民进党去选举，你去参选，你去做候选人，你当选，照常同款伫国民党迄个体制，伫中华民国体制内底嘛，足济好康的通提。所以大家的选举啊，乐此不疲。挺民进党，早期呐，民进党的人出来选举，干那只要赢赢嘞，啊，靠条甲唱落去，然后观看了一二集吧，观看了一二集吧。我卖讲啥，我彰化人，我彰化有人选立委，迄、那个观看是算亿个，但是开啊开无五千万啊，剩下拢落伫落伫遐底嘞，这叫做啥？政治企业家，英语叫做 political entrepreneur。 政治企业家以经营政治来赚大钱的，这是政治企业家。所以咱看足济，咱的社会上无就听国民党甲人三啊三七落地啊地价麦克麦克，无听民进党，然后你若是参选，不管有当选无当选，拢会当摕足侪钱、足侪捐款之外，哦，啊，然后当然啦，有人是条卡，伊条卡关系，你就会当摕足侪啥，迄、那个跑马费啦，哦，替跑腿费用，用安尼，所以啊，选举这个物件，互咱台湾人已经失去啥，失去一个中心的标准，讲我是要为台湾来收听，哦，为台湾来收听。当然，咱不可否认，早期的先。咱咧听陈水扁有个人确实讲，哎呀，都爱予咱台湾囡仔来出头。但是咱来看，八年过去，啥物事拢无为咱做着，这是非常予咱痛心的所在。所以即摆啊，我相信，我嘛希望咱本土台湾人应该爱用脑筋去想，甲想个彻底，究竟伫即局个选举内底要安那来做伊个选择，吼、哦。所以啊，我咧讲，伊第一句话讲，伊是为台湾来收听，甲咱共款。咱是要做这个代志，为台湾的未来，为咱子儿孙的万代子儿孙的幸福来咧出钱出力。咱并无讲去甲国民党要来做三啊三七的工课，嘛无要甲民党共款讲，我要来参选，然后伫内底摕啥物一票五十块的好处。甚至讲当选了，要阁参国民党同款，要来三万三七分，哦，要来这个对内底的包仓、包土、包工程，咱拢无要做遮。所以咱是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。甚至咱大家不但出钱，阿嘛出力，哦，去开那个啊，严格用要扛，用要破去，哦，即摆咱要阁再提出这个诉讼，啊。这个月可能要交三万吼，三万美金吼，啊，然后后续咱也交好吼，后续后续的，要唔知要开偌济钱，可能爱过大家较欠嘞，欠长内多，巴肚下较硬嘞吼，啊，欠一寡钱来甲这个诉讼啊做成功安尼。过来，政治人这个作曲家讲第句，伊讲啥呢？伊讲啊，我来长期甲观察。咱台湾的社会、政治，也是经济，各个领域内底，奇怪呢，那拢中国人吼、哦，来做啥？来做头，拢中国人来做头，吼、哦，啊，台湾人拢做尾，拢伫伫尾对伫尾啊，啊，好康的拢中国人来挑，台湾人捡肉油啊，啉只汤尔尔。各位，这就是咱人讲。台湾人的悲哀，这是咱台湾人的悲哀。咱知影，中国国民党整个中华民国这个体制，君临台湾以后啊，哦，伊就来搜刮资源，啊来排斥咱足济当时的人才。二八事件了，咱足济精英会使讲会杀死了了。
然后把台湾当作伊的战利品啊！伊夸口声声讲，南京大屠杀杀伊三十万人，啊！但是来伫咱二八事件时，伫八天内底，伊讲的讲是杀死两万八千人，咱的统计内底大上超过十五万哦，伊拢袂去讲遮。来了，来个台湾了，伊所有的官僚拢咧进行一挂啥投机倒把的工作。招数的工课，哦，搜刮民脂民膏的工课，啊，然后践踏咱台湾的人权，安尼拢总已经甲即当阵有六十几天的时间，六十几天的时间。但是呢，伫教育上，伫文化工作上，伫这个媒体的掌控、掌握上，拢用足济满篇的篡改历史的方式，予咱台湾人忘了自己是谁了。哦，一开始半山，哦，这个人讲阿山当然是中国啦吼，但是有台湾人伫战后战争进程，就早已是伫中国留学，也是做代志的遮，插政治的遮，遮半山书生伫这个战争要结束进程，就开始伫福建迄个所在，伫台湾做足侪电台广播，讲咱台湾人都是中国人，安尼，啊，所以伫开罗宣言了，就一再对台湾做广播，讲开罗宣言讲台湾要交兴中华民国，所以予咱伫本土、伫本岛、伫台湾的一挂知识分子，因为对日本的这个高压统治、殖民统治有维持，另外对中国的政治文化，或者是中国整个的经济、政治甲社会的进行，拢完全抗拒之下，就去予伊煽动起啊！哦，汉化了，佮家己感觉讲，哎、欸，伊就是汉人，歪过头来看这个啥高山族不起，哦，而且呢，家己是讲伊就是高高在上的汉人。所以就对中国有一个愿望，哦，变成祖国派。我听讲讲，伫岛内有祖国派，然后伫日本的留学生三万内底，嘛有八千个祖国派，安尼真受这个迷惑以后啊，怎啊吼？干来愿望讲，哎、欸，中华民国来个台湾的时候，台湾来变成一个，或者三民主义的。诶，这个模范性啊，所以伫日本诶，啊，甲伫台湾人遮祖国派联合起来，就是要建设台湾，变作一个三民主义诶模范性啊，所以就有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，足侪人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。但二八事件内底，三民主义青年团内底较有意见诶，较有主张诶，同款受到这个国民党诶屠杀哦，等下被屠杀了。大家才开始觉醒，惊醒起来讲：哇！咱讲咱是中国人，但中国人来到这个所在，甲咱杀咱的人，那像咧杀鸡杀狗同款，杀人不眨眼。哦，所以才开始讲，哎、欸，开始怀念，怀念讲，日本时代，你就是一直甲骂，一直甲反抗，只要无牙枪，无牙刀。是甲你关念呀，我会叫你杨奎。我伫东海大学教书的时，定去往杨奎作家，我写鹅妈妈的哦，迄个故事，迄个杨奎，迄个作家，伊有一篇文章叫做《压不扁的玫瑰花》哦，伫这个东京的报社有登出来呢。哦，啊，我去啊，现到个坐过那届，哦，伊吼。写反抗日本的文章，不管伊安那写，大概拢关我者，上加拢关一个月，讲拘留二九天，拘留二九天。古早咱细汉囡仔常咧讲啊，去用拘留二九天的日本的迄个习惯，去用关拢唔捌超过一个月，二十九天。结果伊讲，伫所谓这个1945年10月25以后，
为着这个某种的代志，就是讲这个社会运动，伊写一个文字，吼、哦，无超过两千字的文字，迄、那个那像讲在做 DM 同款吼，哦、宣言同款，广东话该关关几啦？关几十档？关几十档？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写林先生我足怨叹，伊嘛无牙都无牙穿呢，干来写一个宣言尔，吼、哦，一个组织。即农民组织的农民组织的宣言，安尼讲，去甲关几十冬，即就是文字狱，用过国民党用高压统治的方式，哦，来对付台湾人，哦，会使讲一方面经济上甲你剥削，一方面伫即个人权上呢，甲你歧视，足严重的歧视 ，discrimination， 哦，所以咱来看出来，六十年来即、这个剥削。甲歧视拢无改变，拢无改变。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做 Nis Kellen， 伊讲啥呢？伊讲官僚啊，即两个国家的官僚，一个专制体制内底的官僚，因为伊有一个独裁者的时候，伊较唔敢恶露这种。但是，一旦独裁者呐来死，来走这个民主化这条路。这个政治特殊会开始开始乱，然后足济官僚就趁这个机会大量的搜刮，大量搜刮，哦，这个物件都用到台湾人，恰恰非常适当。就是讲，伫蒋介石时，伊并无像蒋介石安尼对行政官僚真严格来控制，所以呢，足普遍的贪污腐化。当蒋经国起来了，伊对预算，甲这个行政官僚的和所谓行政革新呐、啊，伊真在意，所以迄个阶段啊，贪污腐化较少，预算哦，拢照预算编列来执行，唔敢超过预算安尼，唔敢讲产生赤字。但是当蒋经国死了，李登辉先生、李登辉总统要来行民主化这条路的时，所有这官僚的这个丑态毕露，党政军特上的搜刮就变成非常制度化，所以啊，经过咱的财政就开始恶化，哦，啊，这当时这个官僚呢，伊这作风拢无改变，伫这人权上压制拢无改变。咱来看讲，伫台湾来讲，是安尼何瑞元，伊变作行政系统、甲司法系统足头痛的人，因太来甲讲说，迄个行政系统伊拢定去甲行政系统去。去打比目官司，甚至替伊邻居街坊，伊怒抱不平，伊就甲伊讲：“去告到某一个单位去。”而且呢，变作和法院方面啊，对嘛足头疼，变成头痛的人物。啊，这表示讲啥？咱足济法律规章是拢不太合乎现代化的要求了，哦。而且呢，咱的政府官员是咱拢假人诶。反正哦，这个法律规章并无真明确，所以会当做足济啥？扭曲的对于有利的一个扭曲的这个的代志出来，所以哦，咱看刘珊珊事件呐、啊，可以说也是恭喜，经过啊是这款的政治风气、官僚风气的延伸而已的，哦，咱就要渐渐啊看讲刘珊珊这个事件，哦，伊这个或者驻美代表处的处长嘛，哈、哦。Kansas 哈 ，Kansas City 迄个驻美代表处的处长，哦，伊既然呐、啊，伫美国迄个所在违反了人权，剥削一个啥，那呢费用，客户来滴讲1200块的待遇，结果回400块啊哈，伊就落地下底，家己就跌啥，跌800块，跌落地下底啊，然后佫限制伊行动，哦，即种违反人权呢，那看。整个中国中华民国这个政府的体制来到台湾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国内的吃空缺，告诉说一个赢500个人，实际上呢他是300个人而已，发300个人的薪水，领500个人，对面上报500个人，啊，现在就没够人的时候，去路边啊抓一些少年来抵冲，用这个方式在中国大陆呢，来到台湾也是这样，所以只有说在战后的时阵，来个台湾的时，伊就甲台湾囡仔掠掠掠，对
对福建啊，对上海去参加迄个对共产党的战争，就是安尼，哦，就是变安尼去啊。所以啊，这款嘞吼，会使讲拢是吃空虚，甲你刘三生的白色费用完全共款，一应该可能1200块，再回400块，800块，甲你囥到落地哩。哦，这款嘞不合理的代志，佮限制伊行动，哦，佮甲伊扣啊伊啥护照，啊。国民党来个台湾，所作所为，甲这完全无两样，无两样。哦，来个咱台湾，资源啊，资源啊，搜刮殆尽，人才啊，该屠杀殆尽。哦，会使讲竭泽而渔。哦，咱顶该去新化的先去林场，新化林场据说一股柚木啊，两个人合抱遐大棵，是一个森林。日本人的时阵啊，伊拢错甲三米高、两米高，会当搁再发育出来，会根会当顶着土，会袂迄个土石流。但中华民国的领导人来到迄个所在，哇，冒着啊！日本人是三丛出一丛，三丛出一丛，所以吼、哦、有安尼会继续闹起来，搁再发起来，一直咧生生不息。这个中国来到这个所在，冒着中处。不但中朝的时阵啊，拢无留这个头两公尺、甲三公尺的头，连头甲筋拢歪了了，歪去未？哦，歪去未？所以啊，林务局甲三老鼠完全是咧配合的，哦，对这个来搜刮咱的资源，然后咱若有机会去看去山林区看，去山林山山那溪看，山那溪所种的唔是咱台湾山。本来也是那行落去的大本营，行落去拢错了了，错安尼规个山拢换种啥？种日本杉，唔是种台湾原生种的杉。结果日本杉是寒带的所在，来到这个所在是这个亚热带地区啊，亚热带地区啊，迄、那个日本杉啊拢趴去，真侪拢对中吼怎啊趴去空去，无一支是生在的，满山遍野拢日本杉。是安那买日本杉的杉仔栽来种，因为进口的报价，你伫台湾一丛杉仔栽的价偌济，大家拢知影。你对日本进口的时，迄、那个进口的报价可能超过伊本来计数，假使10块会当报50块，安尼来做这个，那像讲，杉仔杉树的工课，哦，所以你看这中国啊，中华民国体制来到台湾，就是这款的作风，然后。咱就知影讲，长期以来伫白色恐怖的时阵，伫这个二八事件以后，这个高压统治了的白色恐怖，白色恐怖的时是风声鹤唳，即摆少年当然唔知啦，即摆少年的较唔知啊，什么叫做白色恐怖？白色恐怖的时阵，你若是敢伫文章内底，你写文章时，敢伫文章内底批评蒋介石，批评蒋介石，还是批评蒋经国？还是批评国民党，还是批评中华民国，那么你就去用点记做记号，轻者哦，把你跟随跟踪；重者，把你抓去判刑。哦，真可笑的，我听一个故事，哦，讲有一个，改成是物色的故事。有一个这个咱的原住民，哦，啊，囡仔大汉了，囡仔已经渐渐大汉了，因老爸就送伊一支反刀。上一个反刀，啊！这囡仔当然唔知啊！啊！这个树外遐吼，有学校附近遐一丛树外遐吼，有挂一个蒋介石的相片哦。啊！这囡想要试看，讲这反刀有够来也无来，讲怎对相片怎个抬落，你知唔？那挂破呢？啊！去学校的老师看到，迄当然叫爸啊嘛！哇！甲报去警察啦，未得啦你啊！未得得啦，唔是对囡仔处分啦，甲迄个老爸老母抓关，抓关。有这款的经营，这款的故事，所以这款违反人权的代志，到处拢有，到处拢有，拢无经过严格审判。啊，这囡仔唔捌输，伊嘛无可能讲这囡仔唔捌输，啊，必须试看看都有来无来念念。类似这款的代志，坐个哪鸟问呢？我看邱国正的迄个台湾惨死档案，台湾惨死的档案内底，就是安尼，就是安尼，有也是子虚乌有。为是足冤枉的，
啊，就怎啊厉害关哦？当然啦，因为美国有咧注意台湾的这方面人权，所以啊，唔敢讲随去枪杀哦，大部分拢厉害关。啊关呢，有一关就十吨哦，五吨、十吨哦，啊甚至十五吨、二十吨安尼，会使讲对人权啊完全无咧在意，拢以统治者的观念来咧做代志。所以啊，当咱了解这代志的时阵啊，哦，咱个人伫行为上都要非常小心。哦，像我伫台大的时阵，哦，我感觉讲我本来足热心要参加这个社团的活动呢。那感觉社团活动内底社团的负责人啦、啊，社团负责人啦、啊，拢甲啥有教官室。做关系，哦，教官是做关系，甲教官是咧联系的这个频率拢足高呢。而且呢，社团负责人那有嘢吼，较有主见的，较有咱的台湾心，还是讲较有台湾意识的吼。最后结果，甲教官是拢有一个鼓励，所以我参加社团活动一下期我就无爱，一下期我就讲啊，一定是吼有差别的，因为啥？大部分的社团的负责人拢是国民党的党员，啊，咱这不爱参加国民党的时候，就讲讲嗯，甲这款的人咧做伙时哦，就解救解救。啊，但是呢，难免迄个阶段少年较唔知，会去批评东批评西。等到我大二的时阵，我大二就拒绝参加国民党，然后伫一下几下我就爱阁参加社团活动，我就专心参加拉古比的球队。橄榄球队，哇！即间甲人拍球，啊，怎啊拢袂参加遐活动吼？哦，透过橄榄球运动吼，来避开遮社团的活动安尼，反正精神精力拢有限，时间嘛有限，啊，所以吼，就感觉讲无爱讲去甲这个要比较有关系的人做伙。那你讲到我甲第三个时吼，我听我的学长讲，嗯，啊，咱橄榄球队嘛有派人来啊。咱橄榄球队嘛，某些人、某些人过去吼，嘛是教官是派来的，来咧参加咱的球队，来咧试探讲，恁遮因橄榄球队拢台湾囡仔嘛，吼，拢台湾囡仔咧拍球较济嘛，来看讲，恁遮台湾囡仔规定，唔知咧讲国民党嘅歹话，唔知咧嘛上介绍还是嘛上去公布安尼，类似即款嘞，冇叫别个入来伫内底，吼，啊，所以总共一句，拢爱非常小心。但是你较安那小心，有当时人会甲你来试探，哦，叫别人来甲你试探，啊，就当前热门的问题，会问你真关键性的问题呢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啊，有当时会疏漏了嘴，啊，然后我伫二年级的时候，伫大二迄年哦，都有一个同学去开过人家叫别人回去，等下甲他警告呢，因为会无啥人啊，你要足小心哦，我连续去几届哦。大概拢提你的 case 来咧讨论哦，咧检讨哦。讲这個人哦，我爱加入共产党哦，爱心哦，拢独来独往哦，爱心哦，啊有当时会公党公西，对政治较有意见的。反正我是属于招数的嘛。我迄阵就惊一条呢，我有，其实有真正有组织呢，有组织哦，一礼拜一回一暗咧检讨。即、这个同学中间有啥人较古怪、较特别，吼、哦，较不顺就对啦，吼、哦，较对国民党会所作所为较无赞成即款嘞。哦，伊讲，你爱小心哦，你后摆讲话爱小心哦，已经开始甲你注意哦，两三届拢咧讨论讲，你过去读政治，那我爱参加国民党一定有问题呢，吼、哦。我上爱笑就是伫成功岭，阮迄个连长，吼、哦，阮迄阵联考毕业，联考过吼。哦就去成功岭受训啊！哎，连长哦，哦，足恶个呢！哦，那个读政治系的不参加国民党是要搞革命是吗？哦，连续过来刚一连轰上，轰上这个讲，喂，讲他妈的针对我而来呢！讲意有所指，针对我而来呢！啊，我都扮猪出来，我假装不知道，事实上我就明白个呀。但是哦，我伫自传内底我写洋洋洒洒写三千字啊！我就讲，我高一的时候，我就读政治学，高二我就读法律学。哦，等下高三时哦，台大政治系的课程我都读了了，啊，台大法律系的课程我读了了，
然后我有两个阿姑咧做律师，一个伫日本，一个伫台湾，哇！所以吼、哦，辅导长吼、哦，阿都唔敢对我安怎，啊，但系连长哦，伫咧招会还是晚会时破口大骂，啊，后来假装不知道，用安尼啊，你只有用安尼啊，啊，等下个台大时我什么都不管，干咧拍橄榄球，哦，这样好不容易才度过这个青春期呢，哦，反叛期呢，啊，等到研究所的时候。听更多了，看更多了，哦，另外走过台湾五十年来，让我喜欢提及这些事情，哦，啊，也是讲我足幸运的，就讲能够走过这一段日子，平平安安，一直甲讲，哎，入去甲研究院的时候，文章写哪济，就哪大尾，吼，迄个批评这个当前的迄个政策的时候，哪负担，哦，迄就讲，咱已经有一个根本，有一个基本的。迄个社会管理伫迄个所在吼，都已经开始无共款。所以我奉劝大家吼，我足奉劝足侪年轻人，一定爱吼要做代志以前，甲基础拍在吼，基础拍在。对遮社会关系，对遮政治关系，大家拢甲摸个真清楚的时吼，那才来讲话，才来发言，就是吼较大胆，超过大胆吼，那不讲犯着真严重的错误，也嘛无要紧就对了吼。该当讲啥就讲啥，吼、哦，照实来讲，安尼就会使讲替这个社会哦，来主张这个公平正义啊。啊，若无信哦，我去国民党内底三番三次，最后是无好结果。我伫民进党内底，甲人咧火，啊，若是无为台湾，干那是讲渣渣慢慢要摕到政治的好康，绝对嘛无好买，吼、哦。所以啊，咱伫这个所在，大家。用这几句话哦，来甲大家相勉励啦。啊嘛，希望讲，咱伫迄个网络看到我咧讲这话，一寡不落台湾同胞啊，嘛爱提早觉醒，爱提早觉醒。就是讲，中华民国体制自这个1945年10月2日来到这个所在，伊是安怎？到即摆为止，到今日2011年11月18日。这个本质拢无改变，拢无改变，所以这个情况拢无改变的时，那看过去台湾独立运动，过去台湾独立运动，伊的论述甲行动已经哪行入去是啥死胡同啊，行未通啊。台湾独立运动的时。来个陈龙志讲，伊是演化论。哦，我看了演化论的时候，我足艰苦的。我再来念一段，大家听。我怎啊个写到这里这本册来滴？伊台湾的独立与建国迄个所在，各位呐翻开他的序言。哦，我感觉想过精彩，刚好咱无多接受。哦，我伫这篇文章内底讲。我伫1990年的时候，伫文章内底指出，迄篇文章是伫《智利晚报》《智利早报》顶的。蒋经国重用李登辉，只是给热衷真正民主的人士一个幻想哦，以松懈其争取民主意志，令其以长期耐心的等待来替代积极的民主参与哦。我这句话，迄篇文章出来的时候，足多人开始讲：“哎，你讲的很好呢。”即摆吼，甲真正民主甲参与这两个字，叫做台湾独立建国，吼、哦，就是说，蒋经国重用李登辉，只是给热衷台湾，吼、哦，独立，吼、哦，人士的幻想，一个幻想，以松懈其争取独立意志，令其以长期耐心的等待，吼、哦，耐心的等待，哦，替代积极的，独立建国。参与把它改成建国，民主把它改成独立，非常贴切。台独就是安尼啊，因为伊刚讲李登辉做副总统，哎呦，李登辉1988年佫跳开做总统嘞。伊想讲啊，李登辉可能咱来支持李登辉，就会当解决咱台湾独立运动的大问题啊呢。那你想讲，12年以后说落空呢？哦，落空啊，落空啊！我跟你说呐，至少反省哦，我都等耐心。免过一次啊，陈水扁的时就无同款了，佫拒绝选举，嘛无同款了。哎、欸，过来一个啥，佫
参加支持陈水扁哦。所以伊讲啥呢？陈龙志哦，伫1993年哦，以第九十四章来的开头又讲哦，本土台湾人没有国家，没有政府的人民哦，本土台湾人民，台湾不是中国领土，蒋介石政府不是台湾人的政府哦，这拢对哦。但是呢，1993年哦，也续演了内容啊，今日台湾的民主化，以本土化是国内外台湾人民，台湾人民标示说本土台湾人加上中国流亡难民，半世纪以来一点一滴前前后努力共同努力奋斗牺牲的成果。中国人有跟你共同奋斗吗？无，来跟你拍摄的中国人有牺牲吗？足少的，只有自由主义尹海光那边没被清杀呢，李敖去王官嘛，无王庆山呢？胡适去世嘛，无王庆山呢？哦，伊讲哦，中国人马来跟人共同努力奋斗牺牲呢。伊讲哦，得来不易，值得大家珍惜再珍惜，前进再前进。安尼经过吼，台湾独立运动拢开始拢起奥去啊。即我来讲台湾独立运动，过来我伫个车内底分析啥？国民党的本土派，哦，伫你一定会离开国民党以后。认真地推动证明制宪，也赶快花去啊！你若有法度证明制宪，伫阿扁啊背你的证明制宪，只只不过咧寄望啥？寄望蔡英文如果当选下一届的总统的时，要他来证明制宪，有可能吗？我们怀疑他的可能性，这种可能性。所以咱看独派、证明制宪派、甲演化派。已经行到最后无路通行，行到最后无路通行，所以咱是真庆幸，咱是真庆幸。今日咱华理建国论述，正如这个何瑞元底下演讲讲，我们华理论述是环环相扣，无懈可击啊！正因为华理论述环环相扣，无懈可击，咱去告别高一新，一告马上成功。哦，马上甲咱判讲，台湾人无国籍，哦，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这个政府，哦，无共同国籍共同承认政府，台湾人生活伫政治内个地方六十几档，得到这个判决，真明显告诉世人讲，哦，中华民国政府唔是本土台湾人的政府，中华民国唔是咱台湾人的国家。咱本土台湾人一定要扎一觉醒，扬弃什么？扬弃台独论述，扬弃证明制宪论述，扬弃演化论论述。咱就要自这当阵开始，大家觉醒过，站起来，共同奋斗，咱台湾才有可能走入去自治。伫个自治几年以后，咱这个社会秩序、政治秩序、经济秩序。拢非常上轨道以后，上轨道以后，咱再来建立咱家己公民的国家。多谢各位，谢谢。起立，站立，休10分钟。